现在还沉浸在上海滩梦碎的阴影当中。漂亮，金英权，看郜林啊，看郜林打门，漂亮，郜林，对得起我今天对你所有的评价。打嘴巴子啊，对，因为刚才我们因为现场听不到声啊，我听说呢，现场部分所谓啊，所谓球迷一直在破口大骂郜林。现在郜林用这样的一个进球，啪啪啪啪，啪啪啪，没有办法。你如果说你是其中骂郜林的人，那么我就想跟你说，你活该啊，嘴巴子就是打的是你。如果